2012 HIDO 流行音乐奖最受欢迎团体入围的有 HIDFM 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SIGMA， 我是定维，我是杰宇，我是维哲。没有错，现在要来跟大家总复习一下啦。我们的首张同名专辑 SIGMA 是在2010年的12月发行的。那其实 SIGMA 这张专辑跟我们的团名一样，就是加总所有的曲风总和，所以里面的曲风非常的丰富，有比较偏摇滚的啊，然后也有比较嘻哈的，那除了动感之外，对电音，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抒情的舞曲。对，而且其实我们这张专辑呢还有用了很多年轻人的语言去写歌词方面，对对对，可能会写到有大学生活啦，或者是我们用了比较多网络上有名的那个泪奔，对，或者是比较新创意的后男友，对，希望就是在专辑不管是歌词跟曲风上都给大家一个比较崭新的变化。没错，是一张很值得大家去欣赏的一张专辑哦。没错，也希望我们在2012年呢即将推出的新作品，没错，大家可以继续的支持 SIGMA。 没错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Come join us, g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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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.